且今天有个非常特别的影片，就是我第一次尝试拍 Vlog。然后今天也是我朋友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他从彰化上来台北，然后他要帮他女朋友求爸爸。今天的日子也很特别，因为今天是我彰化的朋友特地上来跟他女朋友求婚的日子，所以我的 Vlog 就献给他。我刚刚又在西门町，也是要。塞车，所以就随便乱晃。看着了，而且好湿哦。靠背，好湿啊，而且好湿，湿的。我记录一下，我记录一下。哎，简贤，简贤，刚泡。我要讲，好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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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卖我够，卖我够，我都湿了。好，害羞，害羞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流程，所以都是我。有没有懒人包？这就是懒人包啦，懒人包，懒人包自然那么多，然后一塞一两塞，他们两个两塞，你两个两塞 ，OK。哦，你主持，还有兼两塞，我记录，你就只是负责在录影记录而已。然后你求婚，啊不然呢？yes， 不然这样。希望今天不会失败，今天不可能失败，不可能失败，不可能失败。就他今天请假，不可能，好不好？他还搞不清楚哦，我靠他！今天不管怎样都靠这个，对的，哇！修改，那不维系啊。现在已经吃完饭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西门的娃娃店，那是仙界的东西嘛？有什么？米奇拳套、头套、衣服、手套，还有鞋子，然后还有你们三个的头套。我们的头套，我等一下也要戴头套。你也要戴，因为三个都认识，一定要戴，不然一走过去就认识了。姐，人家看头发就知道了。戴面具是不是？不是吧？不一定的，就是看不出来是你就好了。对啊，你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要头套。陈登今年不错啊，陈登今年太惨了，那惨。哎呦，现在等于弄掉。无啊，无可以无给你弄一个5000块。真毛，真毛吧哈。我干脆给你带回家做。董事价。做那个。掉。贵没被升。something 诡异哦，在这里啊，看人家撸来吗？在这里，找到是不是？在这里，get 到，我找到了，哎呦，现实的，大头佛，大头佛，不错啊，黄色、绿色，再挑一个红的，红绿红，好大的，我的妈，我的妈嘞，很凶哎，小孩子的古堡。要不要？确定我要去幼稚园？是变态假面的。啊，因为在按歌曲就用手按，这样子比较好。我们现在在往桃园头林口的路上，然后他们在越。今天米奇是要来找米妮，然后
可是好像就是一样都不在这里，找了半天，我们在外面大学找了半天，外面没有，想说这里有没有，然后进来看看，可是发现这里也没有。他听无，听无。反正就是找米妮就对了啦。Freestyle， 吹米妮这个吹无啦，啊，所以来这里你有 freestyle 哦。这个要求婚，一团乱，现在完全不知道干嘛。接下来就出来蛋了，对，出来蛋。开车喽，好紧张哦，刚跑好。我很紧张，没给，真没听见哇。我们等下，那你快跑！等下三点就要求婚了，这些人，这些人还在闹。胆小啊，他就当演一出戏啊。没有，不会啦，这以前的长演还好哦。叫你求婚啊，想要很有经验一样的。哎呦，很常求婚喽。很常求婚，麦当还要不？麦当还要不？好，怎么搞的？那个主角好紧张的。对啊。先不要管四大运了，对，八年求婚吧，搞不好在下跪铁段一样，超不怕求婚。整个流程就是诡异而已。啊，这样被发现了吗？没有，那个不是嘛？那一间不是嘛？不是，要在那里面。好，那我知道。啊，这三件事。OK， 好，下一下，拜拜。你干嘛？这个人他等下就要求婚了，对，一定成功。OK。你要换装了，开钢炮，看得到吗？没了，一点而已。OK， 看看哪 ？OK， 我们的幕后组就是这样，摄影组。胶囊，我现在整个已经有点看不太到。啊，我其实先穿上好了。完了啦，看怎么会叫我们四个来帮你求婚了？你要出发了吗？走，出发了，加油，耶！加油！耶！我狂火！耶！耶！跟我求婚！耶！耶！哥，女主角都认识我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是不能讲话听到他有说我愿意吗？小军老师。
你愿意吗？啊，太小声了。成功吧，天真男孩，天真男孩，转大人，转大人，大人，成功耶！等一下，感想，感想，等一下，我家的龙哥脑袋变空白，不敢想。你觉得这样钢炮这样做有很感动吗？有点那个，哪个？老师有蛮漂亮。有哦，你嘴巴怎么这么甜？这么甜怎么办？可是他被他抢走了。看你有没有蛀牙，太甜了。老师被我抢走了。小老师被这个畜生抢走了。不要抢！小老师被那个畜生抢走了。感谢我的好朋友，今天大体力大力的相助，而且还特别请假，为了配合我求婚，所以我非常谢谢他们。天真男孩，谢谢。然后请大家这个网红，请大家多支持这个网红。嘎掉嘎掉嘎掉，好吃。那今天主角是他，今天主角他，对。好了，那他有，总之有成功就好了，而且完全不知道，一个惊喜耶。谢谢。对，我们回到西门町了。好，他们要回彰化了。拜拜，大家要回去。对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心。感谢八戒肉丝，阿杰就好，阿杰，阿杰，玄玄，哎，嘉，哎，三个大力相提，谢谢，拜拜，拜，小军拜拜，钢甲天真男孩拜拜，好，我走，好，拜拜，拜拜 ，OK， 现在剩我一个人在台北。刚的天真男孩是我之前在实践拍片的伙伴，然后现在只剩下我在继续拍片，有点感慨。对啊，也恭喜钢炮今天求婚成功。对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。下次见，拜拜。你面老鼠吃到了，你面老鼠啊，怪怪。没有吃到，这是大红鹿，你说啊？太可怕了，不太可怕了。这个太可怕，我不行啊。对啊，很害怕。眼罩可以吗？太凶了吧？他只是露营，那你不要戴了。不行，不行啊！我网红呢？刚找到那个太凶。你刚刚说13倍，他跟我说43倍。